好吗？好，那大家好，我是吵架会妹妹，这是我的小黑。我们今天呢，一样要来学英文。对，学英文。那我们今天要学跟时钟有关的英文。那首先，大家呢有没有听过 1, 2, 3, 4, 5, 6, 7, 8, 9, 10 这些呢？那我们的故事里面还会听到 11, 12。那这个里面呢，可能有些没有讲的啦。不过我们还是教一下。那11还有12，那我先把整个流程念给你们听。1, 2, 3, 4, 5, 6, 7, 8, 9, 10, 11, 12这个意思。好，那待会讲到的话，还会有其他的一些小东西，到时候念完时候我再教你们它是什么意思，就可以学到咯。好，那我们开始吧。噔噔噔噔噔噔，It's seven o'clock. Time for late hour. 怎么了？12点了。It's 20 o'clock. Time for eater. Twelve o'clock. 时钟在喽。It's 1 o'clock. Time for bed. One o'clock. 要睡觉喽，午觉。It's 4. It's 4 o'clock. Time for play. 1, 5, 5. It's 7 o'clock. Time for eat. 吃晚餐了。Juice, sandwiches. Bananas, apples, pizza. It's 9 o'clock. Time for bed. 晚睡晚觉咯。OK。好，那谢谢小朋友们收听。那我们刚才讲到的有，那我们呢讲到的呢，是不是有 eat 呢？ Eat 就是吃，吃东西的意思。那再来呢，我们是不是还要讲到 play， 就是玩？那还要讲到被的，被子就是睡觉，睡午觉、晚觉的意思哦。好，那我们是不是还要讲到 juice 就是果汁。Sandwiches 还要加死，所以呢是一两个以上的。那我他没有加死 ，sandwiches 那就是只有一个。那 apple 跟 banana 一样都有加死，所以一样也是两个以上哦。这样子，好，谢谢大家的收听，谢谢大家，拜拜，拜拜。